Have you ever met someone you could not get by that?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so deep there's no way out? I wish I could explain your eyes and how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gives me butterflies. How your smile makes my heart skip a beat. How every time I'm with you I feel so complete.So complete. You are the light when there is no sun. You are the rainbow when the rain is done. You are the wind that whistles my name. You are the love when the world's the same. You are the star that twinkles in the night. You are the moon that shines so bright.Have you ever met someone you feel like he's the one? Have you ever loved so much it almost hurt? I wish I could explain your eyes and how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gives me butterflies. How your smile makes my heart skip a beat. How快点啊！对，耶、yeah, ，我们又来了。出发啦！要出海关啦！隔很久才出国了。对。儿童餐，飞机餐，儿童飞机餐，固定来免税店看看。要去香港了。啊，到香港喽！对，全部都是中文字，感觉像在台北。欢迎莅临香港。终于到香港了，我们现在要去找我们的接驳专车。然后香港机场呢，都是中文字，不用怕我搞丢。好，出发。请坐，请坐，放在前面啊。好好好好，好，出发了，麻烦你了。站着对，非常刺激。刺激了吗？这好像是破机。要一直按着哦，有没有？一直按着。要一直按着，对吗？哎、欸，到了到了，先出来，先出来。订的是什么房间？我会帮你们寄存一下行李，哦，你可以去吃个早餐回来。三人房啊，稍等。开玩笑。哇，对这。哎、欸，不错哎，很大哎，拜托，小客厅是不是？这就是我们香港要住三个晚上的房间，三人房，泡美公寓的三人房，有一个小客厅。来一个小床，浴室，快速开箱一下。浴室还挺大的，你景观落地窗哎，观景第一排，这边可以买东西回来吃。对啊。小客厅有没有？小厨房，还有体重计，冰箱。好饿，来找到这间龙点心、嗯。一定要来一个一龙大满足啊！写招牌就来吧，这个就是一龙大满足，是煎虾小黄浓汤进小糖菜苗，就是洗鸭菜。哦，口水汁龙利鱼肠粉，一口咸水饺。
扣除掉飞机上的那个不算。香港的第一餐，尝一下这个什么小唐菜。不会火，不会火，这样快，是用炖的，那它还有油。最后一道菜来了，下面还有饭，没关系。第一餐总是要吃丰富一点，再三餐吃泡面。来吃个虾饺，好吃，皮很嫩，然后里面那个馅很好吃，超棒的，它的多利鱼，入口即化，对不对？虾饺很好吃，再来一种甜的，腰子肉夹，这个也不错哎，什么大鲜有的，这蛮多的，好吃，松露对吧？很松对不对？很松，就松的就对了，就松的，很松的松的味道。我爱吃这个爆汁小心烫嘴，是什么？太油啊，还不错的，吃过，对啊，它馅很足，对，好特别。腊肠炖肠蒸鸡饭，好好吃哦。不错，难得有人饭吃这么多。他饭很好吃。对，这间太让我惊艳了。真的，好不好吃？好饱。甜点火锅。对，甜点火锅看起来很嚣张哎。这间龙点心好吃。现在来到了这个迪士尼百年庆典剧院店，是谁说要收集贴纸的？失心疯的二人组。对。我一直想要拿这一只，跟我一样的，重复哦，太帅了，亲子，早上，早上，所以这个是你要的吗？就是我要的，我厉害了吧？为了买这个买到失心疯，台湾没有的，一定要来喝看看 ，N 水香水柠檬，这很特别的组合，手打香水柠檬 ，N 水口味。啊，这么绿应该就是因为加了 N 水汁的关系。赶快喝，赶快喝，赶快喝。好，赶快试一下。香菜配柠檬。没有香菜的味道呢。对吗？对。来一口，一点点。对。一点点。尾劲。特别口感哦。如果你有加糖，应该更好喝。对。因为我们两个不会喝糖的。对，但是我喜欢加。别卖，赞。我的小孩已经累到不省人事了，早上两点起床到现在。天哪！他居然卖完了 ，Baker House 蛋挞卖，看起来很厉害。如果要卖完的，不那个横香老饼铺，对，黑糖还有这个果仁的哦，你要试试看，你这是什么？奶黄，奶黄，试试看，吃起来什么感觉？奶黄包把外面换成蛋黄酥的皮，那你觉得它好吃吗？会再买的几率有多高？100%。我来试皮蛋酥，这个之前是在那个奇华，台湾奇华饼铺有吃过。我来试看这家的好不好吃？恒香，香港恒香老饼铺哦，还是奇华的好吃，因为它太甜了，而且它的皮蛋只有一点点打枪。这间蛋卷皇后听说是在地推荐的，很厉害的蛋卷。你要吃哪一种？买来吃看看，看真的有没有它那么好吃？听说很厉害。对面那一家好像是我们那个吃的那个梅子糖，上海腰凤，对不对？没看到，这应该是这边吧？对对对，好，等我直接拿一整组，直接吃到手，12瓶，这个是小钱看到就说他想吃的潮蒸香螺蛳粉，所以我们就进去吃看看吧，进去碰碰运气，对，走，每样看起来都好看起来不错，然后环境也蛮干净的，对，这个是招牌螺蛳粉，对，招牌螺蛳粉，对，然后小辣。然后我的是臭豆腐螺蛳粉，然后是他们的臭豆腐，单纯的臭豆腐，黑的我本来以为是米血，测试一下招牌螺蛳粉到底够不够招牌。很够味，不酸，够味，好吃。试一下臭豆腐有什么不一样？李老师多一个臭豆腐的臭味，跟台湾的比起来，台湾的臭豆腐比较脆，比较脆，它是泡汤的啊。这边的干的哦，对哦，这盘是广西特色商品，价格72元。脆皮肥肠，然后脆皮锅烧，然后再炸叉烧，看起来厉害。肥肠、锅烧、叉烧，这几样看起来很嚣张，把它消灭掉。好，
这一盘是香香炸卤味，鸡翅加鸡腿。这个是紫菜酸笋，好吃哦。这个面很好吃哦。对。辣到过瘾，小辣而已呢。有人拼命的喝水。炸肥肠，那我们还要先卤过，然后再炸。嗯，入味，好吃，但是需要配饭配酒。哦，这个螺蛳粉加那个笋干，好好吃哦。我的妈呀！这是回锅肉，没有酥脆哦，好喝。这件也好吃哎，随便挑都好吃。女儿挑的。那个酸菜配那个笋子，绝配，还有豆皮，很棒。是冷的，要很小心吃。呛到你就挨父教母了。尽量不要一边吃一边讲话。对。炒得很过瘾，真的很好吃。对。最后还会附一个口香糖，不是去嘴臭的，我觉得应该是降低辣度的。对，在那个蛋卷皇后的对面，超好吃哎。想不到意外的好吃。